众台湾的学生现在也要尽一份心力。来看建中学生哦，他们现在自拍了祈福影片，同学们手拿日本加油、天佑日本的纸卡来入境，大喊日本加油，希望透过这份关怀跟祝福，透过影片让日本灾民也能够感受得到。借中生自拍祈福影片帮日本加油，亲笔写下祝福和加油。借中生手持纸卡入境，更有学生用图画传达心意，将日本重灾区用绷带缠绕起来，代表帮日本疗伤祈福。建中一名吴同学精通影片制作，和同学写好企划书，自拍影片帮日本灾民加油。短短时间之内，已经有数千网友点阅，更是获得好评。日本人也透过翻译软体表达感谢。Although the progress of the video is tiring and need to be finished rapidly, but we still want to give our blessings. 日本頑張れ。追新闻，戴秋荣报道。